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司彤，你怎么了？还不都是那个野种顾宁欢，我要用他的车，他不仅不让，还推了我。他还说你是……宁欢从小作为我的玩伴，被顾家养大。小时候的宁欢人还是很好的，没想到长大后变得那么虚荣。我现在还把她当做我的好姐妹。诗诗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她刚刚还污蔑你，尤其她还让我去顾家问清楚你们两个的身份，简直荒唐。我听说过几天就是你家爷爷的生日，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去你家问问，让顾宁欢好好丢一次人。不行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将事情做得那么绝，而且爷爷也不想见到我们这样斗下去。对了，顾师，我的包被顾宁欢给弄坏了，你看。对不起啊，司彤，我的信用卡最近用来给爷爷买寿礼了，结果刷爆了，现在我也没有钱。既然你不方便的话，那么就不勉强了。顾宁欢将他的东西拿回去后，现在连生活费也减少了，不要说是给爷爷买寿礼了，哪怕只是维持生活都很勉强。可恶的顾宁欢，连那个冷寒都可以对我蹬鼻子上脸。谁？是我，冷寒，我需要钱给爷爷买寿礼，你能不能和爷爷说说，不要停了我的信用卡？停信用卡是我的主意，因为你每个月有足够的生活费。可是为什么顾宁欢？你凭什么和大小姐比？冷寒，要是你执意要这么做，我只能厚着脸皮去找顾言大哥了。你大可以去找少爷，想必他也会帮你和季子晴举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你是在威胁我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难道是因为顾宁欢他吩咐你的吗？之前是大小姐喜欢你，现在她认清你的面目，顾家对你也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，顾宁欢，你就等着吧。宁欢，你变了耶，不再穿着老气横秋的衣服，变得更有气质了。谢谢。愣着干什么？快来坐。真要坐在他旁边吗？没想到还能再和他聊天。上一世姬子行意图强暴宋慈未遂，他才会和我断绝关系。宁欢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是我提到顾诗让你不高兴了吗？没有，我和顾诗姬子行都不来往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就说他们没安好心。你们来这里到底是学习还是聊天？我刚刚不想坐这里，就是因为这个家伙。这个家伙几年后会成为人人惧怕的狠角色，虽然现在只是一个身体不好的尖子生。对不起，不过不管两年后的宋几年有多恐怖，现在至少还能好好相处。这还是那个蛮横霸道的顾宁欢吗？请了一个月假，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。哎，宋慈，我们等下一起去吃饭吧，我知道有家餐厅味道很好。好。宋慈，吃糖。你答应我的事是不是忘了？